好喽，有档了哦。等一下，这个挡起来，挡起来。哦，等一下，我拿个东西挡住它。后面你可以把自己的视讯拉到中间挡起来，是吧？对啊，嗯。我要把对啊，很多人都是视讯放中间，所以就是你吗？没有，我不是，我放别的。我点亮，开台喽、啊！太空狼人杀。丢、哦、啊！我没改标题了，我直接开台了。我还是歼灭工程站的。歼灭工程站，这个歼灭站感觉抱歉抱歉。工程站有点酷，有点酷，有点酷啊！我来改一下。嗨，忘了改封面哦，还在 DPD 啊？好像那个、哦、那叫什么小小兵吗？嗯，哎、欸，对，音乐变成小小兵的，好可爱哦。巴拿拿，开开。嗨。因为你等下是不是个音量吗？啊，等一下、哦、啊，有一点点小声，怎麼对，有一点小声，小声吗？有被调到吗？看一下，你看一下，跟平时比起来变小，你变小了，变小了，因为你变小小兵了，变小了，那应该只会，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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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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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都看一下、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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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等一下我不小心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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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漏了哦意外漏哎呀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没事目前应该还没事的反正有进来可以踢第十个人就知道了第十个人第十个他一定会被对啊直接就就等他今天没处理好，都有在跑哎、欸，好可爱！真的耶，他都有在跑哎、欸。那到底是猫还是老鼠啊？仓鼠吧，它是仓鼠啊，就是仓鼠。猫咪，太空吗？看起来像喵哈。我们就把它当喵哈吧。我先说一下这场的设定哦。好啊，你先说。我听我找到耳朵了。你可以看。可以看到设定都、就是左边嘛，那地图会有三张地图，那这就是其中一张。嗨，然后这场会有两个杀手。嗨，然后确认驱逐呢，就是当你被驱逐出去，也就是投票出去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你是不是你是什么身份。哦，对，那这个是关掉的 ，OK， 关闭的，就是死掉你还是不知道他是谁这样子。对，死掉你还是谁，所以他不知道出去的是不是狼这样子。OK，、嗯、好，然后紧急会议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拍桌，哼，拍桌是有一次，然后时间三十秒一次，避免滥用，避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所以每个人只有一次哦，整场只有一次。嗯嗯，对，就是因为大部分是发现尸体的时候会讨论开出一个会议，啊，右边会显示说你可以点说你发现尸体这样。对啊，如果没有发现尸体的时候呢，也可以只用一次紧急会议这样子。哦，好。OK， 然后讨论时间15秒，然后投票时间180秒，所以总共有195秒的时间可以做讨论，这样子。OK， 哦、然后移动速度 1.25， 然后有、可以看到的范围稍微小一点点， 0.75， 对， 0.75， 然后杀、那个每杀手可以杀人的间隔是25秒，范围普通。哦、然后视觉任务呢，就是你每个人做任务的时候，别人可以看到你正在做，可是杀手不能做任务，所以我们把这个关掉，所以你不确定他是不是正在做任务这样。哦，所以他站在任务点旁边，你也不知道他没有在做事。对对对，大家是看不到的。OK， 然后现在就是一任务的数量，这样数量加起来比较有事情可以做这样。嗯 ，OK，、那准备开始喽。好，那好我们第一局先进去稍微介绍一下，稍微介绍一下，先介绍一下，这样有认真听哦。好，我很认真。好，然后就交给，进来就会知道自己的身份了。嗯，哦，对，身份是新的。然后进来的时候，大家看那个界面右上角齿轮下面有一个地图。你点开地图的时候，就看到上面有一个惊叹号，惊叹号就是那个地方，你走过去的时候，那边会有任务可以完成。哦，对 ，tab 也可以啦。对 ，tab 也可以。OK， 对，然后往，比如说我们现在往下走，嗯，来跟着小鱼导航导游走，小鱼导游啊，干迷路，
来来，这里走进来，走进来他房子里面的时候，他只要有墙壁挡住的地方，你都会有视野死角，你会阴影会被挡住。然后像真的被切断，对。然后如果是好人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黄黄的。有些人、啊、就是这个只有黄黄的东西，就是你要完成。我想说，我是黄黄，我是好人，可是我没看到黄的。墙壁上，墙壁上，就是通常你走到任务点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任务点这边可以完成。通常里面都是一些小游戏，都是很简单的，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所以你这里有任务点，我们也是好人，这里没有。有些人随机的，是不是？就是大家的任务会有点不太一样啊、嗯。每个人拥有任务不同，有些人会一样。对，那你看左边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你哪一个地方会有什么。所以如果你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在那个地图上面哪个地方。然后这是如果我们看到死人的时候，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可能你要报一下说哦，我刚刚从哪个地方走到哪个地方，尸体在哪里，大家可以稍微排除一下嫌疑这样。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在哪里。嗯，然后像有没有看到这边地上有一个地洞？这个地洞的话是坏人才可以从这个。才可以从这个地洞传到其他的地洞去、哦、啊！一般人是没办法用这个船，对，其他人不行，你坏人先下去。哎，坏人试试看、啊，坏人可以选地洞船。坏人现在死啊！好了好了，然后你可以直接传到其他地方，然后对，你可以传到其他地方。那个按什么右下角有显示，你就直接滑鼠点就好了。对，而且我们好人，可以在地洞里面不出来没关系，它没有时间限制。对，然后通常如果我们看到尸体的时候啊，右边的那个报告就可以按，我们就会拍桌，所以大家可以开始讨论。那我先随便弄死一个了，然后你们可以按按看、哦、啊。那行啊，我还躲开。哦，然后就亮起来了。对，那你是杀两那么多个？没有，杀手的话，你们杀人中间有一个 CD 时间冷却。嗯，是两个人 CD 分开的吗？分开的，分开的，每一个杀手是分开的。哦，我要同时杀、欸，对，这个是很考验默契啦，老实说。然后杀手就可以，比如说你在这边杀完人之后，你赶快从旁边的洞赶快跑到其他地方，然后制造你的不在场证明，这样。哦，对，我觉得当杀手好累。有人死掉，那个就有报告可以用，是不是你们就可以点，现在可以点。你只要一死掉，你看到尸体之后，你的报告就可以点。对，或者说，所以没看到尸体就哦，了解。嗯，对，要看到尸体才可以报告，看到尸体它就会亮起来。对。对，然后谁可以帮忙报告一下吗？你们随便按，随便给他按一下。对，随便给你看。报告的时候，他就会一开始就会像是这巧克力按的嘛，他旁边就会一个喇叭。哦。这个喇叭代表说，哦，这个尸体是我拍的，因为有可能坏人也可以自己拍，说，哦，我看到这个尸体了，这样。对对。哦。对。然后这时候呢，就是现在就进入投票环节。投票环节的时候，最左下角有一个跳过，就是啊，我都不要投的。然后如果你要最后讨论完之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投我觉得巧克力拍的很奇怪，一定是他。你就点那个人的头像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勾勾跟叉叉，你点勾的话就等于你投给他这样。Oh. 啊，你投完了就会写说已投票。Oh. 然后最后票数最高的那个人就会被投出去。就会被投出去这样。对，然后平票的话就是不会有人任何人死掉。对，平票的话就不会被投出去这样。好，所以这个讨论环节就是你要想办法好好说服人。我发现了，好狠哦，直接丢岩浆哎！然后巧克力走，我们会做任务了。对，然后就可以，你如果是鬼的话，鬼也可以去帮忙完成任务这样。对，然后你可以换杀手吧，杀手会有一些控制，你按 Tab 你会有地图，可以去做一些干扰，可以把门关起来或把灯关掉之类的。关掉，试试看。这个我要来试一下。哦，有个破坏啦。有个破坏，你按那个、啊，像破坏之后，你可以、哦、一般人你可以来试试看，你门开的话，你就要去按一个按键，把它按成都把它打开之类的。我觉得他们不能正常自由开、哦，使用哦，觉得什么地震稳定器，就是特殊的那个是特殊的，就是他们开了一些坏坏的东西，还有一个箭头指示，你可以走过去。上有箭头，嗯，哦，好迷路哦。哦，这个幽灵就没办法帮了，对，左边要人按啊，左边要人按哦。过不去，你左边左边吧？没有了，没有，大家怎么跑到右边去了？左边有左上角，有没有？他在左边，有对对这里，啊对对对对，这边也要按，在往上，按着按着，这边要按着，按着它，你手放在上面，有动，对对，这样，然后这样这个就结束了。对对对对，啊这个也是我刚刚按到破坏的啦，哎，换人，哎，破坏是要到他旁边才能破坏，不用不用，远端，远端，它有一个类似远端的操控。远端按了就可以了，好酷哦，妈，太方便了吧！然后，那个团团，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发电机那边关掉？发电机吗？发电机我看一下哦。他现在
等一下，现在还不能点，等我一下哦。好，啊，有点 CD 时间。因为发电机关掉之后，就会把整个市区的灯，你看灯超暗，没看到，就你们的视野只会这一小圈，你其他就门也不能打开哦。发电机坏了，发电机坏掉了，门可以开，门可以开，门可以，门可以，门要按那个，只是你们要跑过去，要把它开，要拨开它。不过杀手好像杀手不受影响吧，对不对？对，杀手不受影响，杀手还是这样。对，我是杀手，嘿，你是坏人，咦，不是也杀自己人吗？不是，他把下面绿灯都亮绿就好了，对，全部点亮就好。然后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是不能沟通的，只有在别人拍桌拍下去到讨论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才可以开始对话沟通。嗯，所以你平常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别人是不会知道的。就我们也要规定说，就是拍桌才能开 DC 讲话这样。对对，了解。啊，鬼也不能讲话。都不行啊，都不行。嗯，你可以自己关麦讲话，没关系。心电感应。对，那大概上就这样。然后他的一些游戏都是一些小游戏啊，大概就是直觉一看就知道是干嘛，真的是。好爹，好、哦、完蛋了，有一个我现在看不懂要干嘛。你在哪里啊？哦，他是点那个红哦，我看懂了，看懂了，看懂了。对、啊，就是你稍微测试一下，就大概知道。好、哦，杀光大家。好人呢、欸？哦哦，为什么？不杀我，砍死！发现尸体。哎哎哎！结束了，任务解完了是不是。没有，你被砍了，你们人太少了。对，人太少了，人太少了。好，那个杀手跟人的比例是一样的，就输了。对，你要返回游戏之后，等一下，不要按离开游戏。我离开怎么办？你又再加回来，再加进来，等下再加进来，对，再打代码，再加进来。还要等那个主机调好。对。耶，所以我说再玩再次游玩，就算他占主机那几个画面也没关系，不要动，不要动。哦。哦哦，对了，刚那个地图里面还有一些是像是监视器的东西，你可以去看。还有心电图，心电图是如果有人死了的话，那个他的心电图就是会不见，就是你可能不会看到实体，可是你知道这个人死了，这样你就会大概可以知道。哦，对，然后监视器可以看外面方向，还有一个是类似，就是他可以看到地图说哪一个区域有几个人在，可是你不知道是谁，这样。嗯，对，在地图上可以自己去找。爹。对，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张地图的那些东西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你也觉得？没事，跟着警察走。我是警察，我是好人。我来集合啦！哎、欸，是不是还少一个人？我是预言家。哎、欸，我没有直接进去。因为你没有。小小兵不见了。重新代码。再重新代码进来。嗯。嘿，有了，你进来了。好啦。对，我少一个一耶。少个一。我最后一个字改一下 ID 哦，对耶，名字太长了，太长了，我太长了，你只能舍弃掉一些，把 late 的要割掉了，敲扣就好，割掉了，太敲扣，太敲扣，太摸扣，太敲扣 ，OK， 怎么开始哦？那就准备好，待会见啦，关麦啦，关麦，啦，这个游戏就是，狼人杀，靠，我跟哈基，阿海奇，我露馅了！我露馅了！有人死了！有人死了！已经死两个，两个，太狠了！巧克力，你看到谁？首先我先说，我一开始看到 Zeri 在上面要做任务，等他很久，他没有做任务就走了，我觉得很奇怪。再来是我看到繁星有进入地洞，地洞不是说只有杀手可以做吗？
哦，对啊，你那个，对，你那个，你那个了。没有，我看到你下去你那个了，然后最后那个尸体是喵哈在旁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喇叭。我跟你说，巧克力很可疑，但是反正我真的没注意到，他一定就是坏人。没有，巧克力很可疑，相信我，我没有进过地洞。那不然繁星，你刚刚做什么？我在擦玻璃。Yeah! 擦玻璃？擦玻璃？哈？那有人看到你在擦玻璃吗？啊，没人呐、啊。哈？我刚刚走右，我刚去先去从，我刚有做完任务，就是上面太空船两个做完任务做完之后，我往下走，然后往右边走去绕一下、嗯，然后我看到小雨，然后再来看，哎、欸，我看到是影月，然后再看到巧克力。嗯，之后我从办公室绕了一下，再去右边岩浆，然后做完任务要回，要再往中间走的时候，有看到繁星，再往右，再往岩浆区的右边、嗯、右上角走、嗯，然后就看到尸体了。这样，我的话，我这边的话是刚开始有没有想要跟哈基，可是哈基一直跑走，我就想要算了。然后后来中途看到喵哈，然后后来呢，我就看到喵哈觉得很害怕，我就走了。然后后来呢，我在武器库附近有看到雨月，雨月应该有看到我嘛。然后后来呢，我就跑进去武器库里面了，这样。我刚刚是有跟哈基跟团团擦身而过，然后我走到哈基旁边的时候，我开 B G M 看他在地洞里旁边徘徊了一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进去啊，但是我 B G M 开完以后他就不见了，然后我往下走就遇到团团。你说哈基吗？对。然后我空换我讲一下，因为我刚你们那个冒充者这个打个叉，就是场外，我是要在哪里看我是不是那个坏人、啊？他的名字会不一样，他名字会折的。对啊，名字就是红色，高中的名字就是红色。因为我不知道在哪看，所以我刚才是在地洞那边乱按，可能没有跳什么东西出来，然后就把它跑掉。哦，好。然后换喵哈的话，喵哈是范纯想说我要打开地图，然后我一直撞到墙壁，然后想哪里哪个是门，然后我撞墙壁撞很久，好不容易到右上角看到有任务可以点，好开心。小柯，你是看到谁的尸体啊？我没看到那个颜色，因为我刚刚就是看到繁星遁地，我就想要去找那个拍桌，可是我找不到。然后看到这边有尸体，然后喵哈在旁边，我就赶快能按就按。喵哈，你有看到尸体什么颜色？是谁的尸体？对啊，你有看到尸体？不是，我完全没，不是小可以讲有尸体，我完全不知道有尸体，因为我一直在看地图，然后还有一直在撞墙壁，然后我看到有任务可以点，好开心，然后我就赶快点下去。对啊，这样子没什么。就是、这完全没资讯哎、欸，而且但是我真的就看到繁星有遁地，遁地那个那个洞就已经是就变到说是不是繁星遁地这个了吧？啊，对，这里的那部分有人说同一个点有可能任务会多的，嗯，所以确实有可能这里有做任务，只是我那边还是有任务。剩十秒，看着啦，你们想也可能是巧克力遁地，不是我，我刚刚真的没有遁地哦。就是你，不是我，我觉得没资讯，我觉得没资讯，跳过，我没资讯，我没资讯，我是警察。你看，哎、欸，对了，你在干什么、啊、我没资讯，我跳过，我都抓到人哦，还没有啦，没有平票，平票没事，平票没事，关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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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把东西破坏掉了。发电机，发电机。要不然杀巧克力，杀巧克力，你就会被刷新。卖某狼，卖某。没有人，都没有人。怎么开啊？
这游戏没声音吗？有啦，其实有。莫西，喂，莫西，莫西，陨月，陨月死掉了。对，我刚我在右边，也就是火那个大家知道火箭跟那个医疗室那边嘛。嗯，的、就是右边一走过去的那个一进去的那个路上看到陨月的尸体。然后我刚刚是倒回去的话，就是大概是我第一。做完那个什么，做完那个紧急任务的时候，我那边有看到巧克力、哈记、团团、巧克力、哈记、团团跟我一起在左边。你是把喵哈给忘了？喵哈，我一直跟着他，我一直在跟踪他，他没事。超到我一直在跟到后面，然后不做任务等我开门。所以我们刚刚是去跳岩浆。我们刚是我们刚刚是巧克力是最后来的，然后我们四个一起过去那边，然后巧克力跟繁星是最后来的，在那个紧急任务之前，然后繁星我刚刚是好像有看到说他要去，我忘记右边的是谁，我刚刚行动就是这样，那其他人报行踪吧。我刚刚的话，前面我是在解那个解那个什么任务，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前面有解一个，然后后面呢跑到了停船舱那边，然后就遇到了哈基跟巧克力。然后呢，我就在停船舱那边也解了一个开钥匙的任务。然后解完之后呢，回来之后呢，就发现，哎，怎么你们就直接拍桌了这样子？你只有看到哈记跟巧克力哦。对。然后繁星，哎，杰瑞有看到，就是在那个地震的时候，是地震吗？对，地震的时候，我跟杰瑞要抢着去摸手啊，我先去摸，所以杰瑞就跑走了这样。嘿，然后我在这之中完全没看到，我好像记得真的是繁星，我好像没看到他。对，而且主要是。第一次地震跟第二次地震之间，那时候陨月还活着。哈，对，陨月对对对，陨月那个时候还有活着，但是后来他就不见了，他不知道跑去哪了。那巧克力呢？就我一直就说繁星是杀手啊。那刚刚因为哈记有跟着繁星票我，所以在这一场，刚刚我就很怕哈记，然后因为喵哈有看到那个尸体，他没有拍桌，所以我是怕他们三个。繁星至少一定是杀手。然后过程当中在右边的时候，我看到陨月去追繁星，然后我还有去想说。其实追杀手没有用，因为你看着也没有办法，就是你只会被他刀，对，然后结果没想到陨月就死了。然后我在左边最后有遇到哈记，但是因为我很怕他是杀手，所以我马上就逃跑，然后就跑去团团那边，对，所以团团你后来有看到我跟哈记在那边跑来跑去，就是因为我怕他会砍我，所以我就说团团你赶快看，他会打我，所以至少现在就是真的繁星一定死了嘛，我们就把他票了。然后再一个可能就真的看，我是怀疑喵哈或哈记，那哈记。妙哈是因为上一天的发现尸体没有，然后哈记是跟着繁星一起票我，我是解了一个任务，放了四个东西在一个缝隙上面，这样子解了一个任务，然后就跟着妙哈绕了好久，他一直跟着我，后来就跑去追巧克力，然后中间都没看到有任何人。我还没发言呢，就要投票，等一下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不好意思。时间没有抓好，那个时间才跟你们会输，要快一点讲，关。关关阿燕，我才要说，我跟你讲哦，我那时候是我要不然要说我要被陨月追，然后那时候有哈个巧克力跟在我后面，我很紧张，这样子，我本来想这样讲的，我换一点，让他们有任务做，不是啊，记。来看监视器啦，我们去找哈记，有吧，有声音了吧，他怎么会杀喵哈？不能杀喵哈！喂喂，莫西莫西，我发现尸体哦，是哈基发现的。对，好，在一样是在右边。嗯，就是刚刚有两个跟着我一起走嘛，然后右边我先走过去，发现有个尸体在那边的。好，然后走过来的是我先讲一下我啦，我刚刚上一个拍桌到现在这个拍桌为止，我从头到尾几乎都跟杰瑞站在一起。
然后我们俩刚刚还去修灯，对，我们两个互相可以确认，指责是确认是没问题的。对，那所以现在就是你们两个的轮次了，你们两个自己对决一下。刚刚我就一直说，我就觉得第一天繁星，我就已经直接怀疑繁星了嘛，有必要狼咬狼，然后咬成这么混乱吗？然后而且呢，最后票是怎样？是哈记直接跟着繁星票我，对不对？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也一直说，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有看到喵哈没有按，所以我一直也警戒着喵哈。然后后来因为哈记就跟着繁星票，所以我也很害怕，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哈记靠近我，我马上过去抱团团。所以我觉得那也是因为哈记没杀我的原因。那你说你们三个在那边，喵哈我完全没看到，我一个人在左边，然后因为停电我不会开电灯，我只知道我就一直按摩摩的去解任务。对，所以那时候我都一直很怀疑哈记，我还一直在想说，如果哈记把喵哈给刀了，或喵哈刀了哈记，我就可以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未知的，但是你们我就知道是好。所以真的你看两天，上一天最后我们都票繁星，哈记也没票，他真的太可疑了啦，真的啦。哈记，你拍桌之后整个行踪你可以讲一下。你说拍桌之前吗？拍桌到最后。拍桌到最后。对。就是我一开始拍完桌嘛，我就往右边走，右下角，然后走一走，走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门原本会有那个是一个抽气体的那个门嘛。是。我过去之后发现我过去玩的门有关起来，然后有看到一个明条跑过去。然后我想说我赶快回头的时候就遇到你们几个。你是往右下角走，往右边走，嗯，对，然后就看到有人在那边，然后我就往回头走，然后遇到你们两个嘛，然后想说你们那边在解任务，就我一样往右边走，就看到一个尸体在那边，嗯，那停电的时候你的时间点在哪里？停电的时间点，电的时间点，对，大概你就讲一下就可以了，对，就是在房子里面啊，你、yeah.。我是觉得因为巧克力没有，就是我们都有互相看到对方，但没有看到巧克力啊。嗯，对啊，那尸体在你们那边，因为我在中间在左边啊， O2 是在最左上角的地方啊，所以完全我根本就不在你们那里。然后在从第一天第二天你们看繁星就是杀手，那哈基都完全都跟他的那种感觉，因为巧克力的那个巧克力的你的位置没有人可以替你证明啊。但从第一天我就直接把繁星给抓出来了，大家。如果我们两个杀手，我干嘛还要抱他是那个洞啊？他是洞哎、欸，没关系，你们看，哎、欸，有票成功吗？有票成功 ，yes， 团团你对的，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就说啊，我这时候会显示哦，哇，这个超赞的，超人。那时候我就跟观众说，这个哈记跟着我一整天，他一定是为了确保他那一天假装他不是杀手。但因为你看到尸体没有通报，我真的没看到，我在研究地图。你知道第二天我还跟喵哈就被困在那边，我想说完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哎、欸，他都没刀我，那他应该好吧、嗯？还是他只忘了刀？我看到为什么要一刀开场刀了我？我那时候跟着繁星，我说、哦、我跟着繁星看他是不是好人，好了，然后啪我就死了。没，没有，你跟着我，没有，我先讲，你跟着我想说你干嘛？然后就说反正像哎、欸，是附近没有人，没有看到任何人。然后没人证明说我是好那个嘛，我是杀手，就直接啪下去了。然后我就开始打开，好像破坏还是什么东西，破坏回来的时候不小心点到地洞，然后就看靠腰巧克力在我前面。一个萝卜在那边上下，我是 potato。然后我经理还过去，然后想说看可不可以用，不行，那他已经杀手啊。他自己进得来吗？哎、欸，我要再记我按。对对，你要再记得。没有没有，你知道了。那个巧克力，你知道为什么刚刚最后还是投吗？因为其实刚刚很犹豫，我就想说，如果等一下投出来啊，游戏还没结束，我要马上去拍桌。没有，然后呢，就把杰瑞以外的人把他投掉。
头就对了。然后还发现，哎、欸，居然中了，好险！哎，怎么生气了？上了厕所。我想请问，鬼会觉得很无聊吗？鬼需要死掉的那段时间到灵异房吗？我刚刚有我想这样提，就是我觉得可以，人都可以下去，然后拍拍桌之后再回来看，再拍桌。可以可以，这样我们会听不到他们的讨论，不是吗？没有，就下来，讨论的时候再回来。再下来啊，拍桌的时候可以回来看啊，对啊。好，拍桌回来。那个拍桌后记得右上角那个聊天室可以打开聊天哎。可是打字很麻烦，真的打字很烦哎。你们讲话。打字啊，我原本要打字，就那个聊那个拍桌的时候右上角你可以打开聊天室，鬼可以聊天。哦，但是只能打英文，对，只能打英文。我们就在通话了，就是在开在另外一个房间，不是拍桌的，拍桌的时候不能那个。哦，对了，哎，然后我刚刚就是鬼可以聊天，就是我不是从土里蹦出来之后吗？对吧？我马上拼命想尾随巧克力，想说不对，没看到，没看到要站下站。我腿都麻。我就想说去找那个拍桌的，想说到底在哪里，然后看到尸体马上能按就按。你知道拍桌啊？哎呀，我好害怕。哎呀，这个任务其实说简单归难，可是它好好多哦，很多啊。没有，我这个游戏我从头到尾，我右上角跟左下角一直有任务，但我走不过去。看你可能被那个房间卡严实挡住，到底要怎么钻到右下角？变鬼以后很方便呢，你根本不用钻直接穿穿，鬼直接用飞的，直接穿过。好，开始了，开箱，好，开始了。要相信警察。拜拜。哦，好人了，好人了，好人安安，我发现尸体，哈，巧克力挂，发现尸体。我要讲，我怀疑，严重怀疑杰瑞。怎么说？因为我看杰瑞往那边跑过来，然后看到我之后，他马上回头往那边跑，然后我就沿着杰瑞走的路过来，发现巧克力死在那边。哦，那杰瑞要说什么？杰瑞开麦，杰瑞开麦，杰瑞还没开麦，还没开麦，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没有看到尸体，而且我刚刚是从。就是跟你们一起抱团往右走之后，然后就往下走，然后绕一圈，然后最下面有两个雪人那边，然后就在那边待了一下一小阵子，大概五秒钟，然后往上走进办公室之后看到哈基，然后想说因为哈基我只看到一个人而已，所以我就有点怕，然后就直接出来，然后直接往上走之后呢，我就过了中间那一条，然后就往右边岩浆走，然后快要走到右上角的房间的时候就投票了这样。嗯，我这边可以保苗哈啦。对，我刚繁星保苗哈，那个我哦，对啊，我跟那个繁星哥在上，我也可以保酱油啦，因为我刚刚看到酱油，对不对？酱油，对我还其他我就对，那所以目前是没人看到杰瑞是吗？最后我只有看到哈，我只有最后看到哈记，看到哈记而已，只有哈记怀疑杰瑞哇，然后没有人可以保杰瑞。那有可以把它进吗？因为 我也没有那个啊，我没有其他证词可以那个，没有，完全没看到。没有，我们要不要送一个人下去跟巧克力聊天啊？报名的违法哎！我觉得他比较喜欢哈记耶。真的吗？那我们就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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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要报名吧。然后哈记刚刚有想讲的，对，哈记，巧克力，哈记你说。你有说的话其实是杰瑞他跑过来的时候，他说我刚好是那个经过一个门，他是要准备进门的时候我刚好看到，所以我不知道他进门之前的动向是哪边，然后门外面是有两条，一个是往上一个往下，那杰瑞就直接往上跑了，所以我是往下去看就发现那尸体在那边，往下去看就是雪人那边吗？还是右左下角？就是正中间的下面而已，正中间的下面哦，所以如果真的要讲，我现在也是就是怀疑啦，因为我没有看到凶杀案，
嗯，对。嗯，就你们两个都没人保啊。重点是对啊，你们两个互相没有。对，互相的，而且我也是完全没有，因为我看到他就是从办公室里面出来，所以应该也不是巧克力的巧克力尸体的位置，所以我也不确定，也不我不会去指他说他是凶手这样。是，嗯，不确定这个资讯会先跳了。嗯，你说跳过吗？我也觉得这个现在就是重点观察对象了，好不好？两个重点观察对象，这两个对，好，我们就跳过了，那就跳，那我票一个，啊，你现在要票一个，反正不会过啊，票一个自己怀疑一点的，反正不会过那个，没事没事，没有没事，巧克力没事，你可以留着，拜拜。对，哈基，等一下哈基吧。什么插卡？啊！关灯了。要他保护我，要死也是你先死。这怎么玩？哦，这怎么玩？喂喂喂，烂脚游戏。小雨在那个左边不是有办公室左边不是有个地洞，然后有一间好像通讯房，就是有电脑房的上面嘛。那个他那边有看到他打在那边。然后我是从氧气房那边走上来，而且刚刚有在发电厂遇到雨月。然后到氧气房之后。再走回来，然后想说绕去下面看一下，对，中间都没遇到人，这样现在看一下的时候看到小雨的尸体，这样。我这边可以保四个人啊。哈基喵，不是哈基，不是喵哈哈团团跟云月嘛，我们刚刚四个在一起，我们四个都在。哈基是我在遇到他们三个之前有去偷看他在那个好像会议室还是哪边在看地图。对，我就打电动，然后后来就跑去。对，我目前看到是这样。我刚刚一直跟着雨月，到雨月去接任务以后，我发现我的任务给在他旁边，我就跑去接任务了。嗯，好，那我喵哈先，喵哈先，没有，我想说那就杰瑞下去聊天。没有啦，没有，我要讲，我刚刚讲一个，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杰瑞你应该有看到我，有，对，我看到，对，就看到我，然后那个时候呢，在武器库那里嘛，对不对？我没记错。对，我跟你刚好小雨在附近，对，这样。然后呢，之后呢，我想说就走了，然后后来呢，我就有稍微掉头看一下，我看到杰瑞从武器库那个方向往上走，就跟你讲一样嘛。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呢，就赶快呢，就去要去解任务，所以呢，我就跑到那个繁星跟喵哈他们那个地方。对，那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尸体是之前的，所以就变到比较难判到后面的部分。对，我在想会不会是其实是杰瑞自己自导自杀自爆两对对对，下去了啦。我没有，你下去了啦。听我解释，我们听你解释。巧克力他很无聊的，是。我俩巧克力有小雨了啦，有话语权的。我是觉得是哈基啦，因为而且我刚刚有发现，就是在那个在办公室旁边有个地洞，所以我都在想会不会有他也有钻地洞过去，对啊，这是我最后是这样子，这样子啊，好了，重点观察哈基啦，好啦，好，留下查看，大家看到哈基就好了。哦，是来哪里办公室敲桌是不是？移动。
龙在这边。咦，谢谢阿静，哇，你们真的很厉害耶！谢谢阿静啊，你炸了，你炸掉了头盔吗？我以为你会看到的，都死啊！对，我要按，可是他跑掉，我说他没按到钩。你知道我一开始怎样？我一开始想说哇，先跟团团走好了，然后团团这边很认真做任务，我想说，哎、欸，我下面有一个任务，我也去做一下好了。然后还做到一半，然后看到哈基过来。直接刀我，直接举报，我整个大傻眼。刚那个状况其实就是一个 T 字路口，杰瑞从上面走过来，然后走下来之后遇到我之后，他往回跑，然后我就说往另一条走，说马上发现了巧克力，马上杀掉，然后马上举报说，嗯，杰瑞刚刚经过，是杰瑞。好坏，真的好坏、哦，断线的，我断线，还会，我准备攻击也断，我还在、欸，我也断了。Okay. 不是，我在。哈基，你最后那个刀有点慢，我刚想说，哇，那边他是不是看到了？结果好险，他没看到，跑走。他如果马上按下去，就抓在了。这个有苦难言。苗他一直很专心的在研究这个小游戏到底要怎么玩。哎、欸，你知道我刚有一关子一直在刷卡，刷不过，刷到快气死。你不能太快，不能太慢。有啊，我就是在救的那个嘛，然后就一直刷，很多很多段，开心就救那个吗？哎、欸，可是。刚刚那个是怎样啊？是他们赢了，是不是？赢了、啊，他们赢了，他们赢了。那、啊、你那个代码会打一次？杀到剩一个还是？剩跟杀手同数量。对对对。哇！哎、欸，杀手级压力很大哎、欸。对啊。我刚想说那里三个人应该很安全的，结果有两个是杀手、啊，太可怕了啦！假的。就有一个杀手都没有行动，所以你就变到很难去保另外一个人到底是谁。嗯，对啊。我不要当警察，都被杀。我都要去躲起来，我不要去接任务。其实这幽灵很快，气死了！我当幽灵大做特做哦。对啊，幽灵做任务就好了。抱团走，抱团。怎么回来上一个。好，开始啊！好，大家加油啦！小团加油，小团加油。因为都是坏人。太夸张了吧！谁在干嘛？怎样？为什么会死？这什么东西？太猛了吧！是谁？太嗨玩繁星了、啊！不是我，我吓到了，我是看到繁星呢、欸。我刚看繁星，那不然繁星你觉得是谁？我不知道啊，我就吓到我往尸体靠，我想说喇叭在哪边按不到啊。可
我看到好像是你把他弄喷血的。没有，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然后他就倒了。好，票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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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票你票你，反正不是我，相信我。杰瑞聊天，而且他自己刚刚那个门呢、啊？我们不是三个人走吗？门都是你开或我开，对不对？哎、欸，我开两个门哦、喔。他没有，他有开，他有开，他有开哦。杀手也可以开，可以。连杀手我不是。没了没了。法宝，你干嘛？不是，哎、欸，刚一群人挤在一起，我以为可以，结果他是瞬移过去杀人的哦、喔。哦，就他会有一个动作，会有一个。我以为他可以远远的砍，就不是瞬在你旁，你原地耶，吓死人哦。笑死！来破坏了，关门关门！喵哈都不做事，喵哈在干嘛？我们这队是喵哈，喵哈是要有点惨哦。我刚是找喵哈，看他有没有跟着人一个人，然后我就可以杀人，然后狙，然后就随便加获一个人，结果没有，我找不到人，他就跟巧克力紧追着我。哎、欸，这个那个哎、欸、那个哎。欸监控器还蛮好玩的、欸。哪里啊？你看那个，你来下面那个办公室那边。办公室，那个监控器？我在办公室。管理室，管理室，再往下管理室。管理室。是什么？你看实验室现在有五个人。哦，没有啊，可是看到干嘛降落在隔壁啊？也没有显示哎、欸。对啊。哎、欸，对啊，那好像是有那个的吗？什么意思？人家有，就是例如说他们在监视器底下才看得到之类的。哦、欸，人是有六个啦，人蛮多的、欸，都在这哎、欸，他们要怎么玩？对啊，都在这。关门。哎、欸，小雨。行啊，这边人太多了。喵是不会杀人。喵会吧？他刚最后有那个啊。没有吧？他没当过杀手哎、欸。哎、欸。哇，是不会玩。电脑版有汉化，这是装的啦。滴那个，喵哈哈哈，都是啊，喵哈哈，都是啊，喵，看了，是啊、就是这是看了，哇，喵会玩了，哎、欸，那个位置很好哎、欸，对啊，没有人知道谁去开的，就是说去开了之后，然后回头的时候再看到就有了那个，哇，就说你没过去就好了，对啊，哦，监控在这边哦，大电视这边哦。左边大电视哦， oh, 小雨刚刚经过那边，哦，小雨在那边，在那个右上角那边，然后酱油是都一个人在跑啊，哦、oh, ，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帮他关门，对，然后进来，关门，关门，关门，对，这不是我按的、欸，可是这不是我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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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他自己按的，是不是？哇，喵好无助哦！喵啊！哎、欸，这样子怎么说？我先上。这个、毫无悬念了吧？毫无悬念就是喵哈了。喵哈了。对啊，我觉得就是喵哈了。我跟你可以都看到喵哈，谢谢。啊、你们直接看到。没有，看到我面前。看到我就抓不到人了。啊，再见了，再见了。看到喵哈。直接看到。我想说人群中我都没看到喵哈到底在哪。我跟你说我刚刚任务几乎都快解完了。我也是快解完了，我这两个差不多。喵哈在一起完全没办法打。我想问任务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完吗？要。应该是其实是没差。是哦，因为我刚完全没做任务你知道吗？你跟着我啊，真变态的。反正你最后有投影就好了。我已经死得太惨了，我想说至少抱着一个你就是好人啊，我就跟着你走啊。我死了，人家就知道，你就知道谁是了。哎、欸，他们是说没错哎、欸，连鬼也要去完成任务哎、欸。哦，真的哦，哦哦好像每一个人都要完成。破坏到底要怎么用啊？破坏你就是那个地图啊。地图上不是有个几个按键可以按號吧？对，不是不是不是，我讲一下，我讲破坏就是你有破，你刚刚是有破坏一个门。没有，我就一直开门而已，然后我就搞不清楚，它虽然有亮破坏，但我按了好像没反应。没有，按下去之后就是那个门会关起来。你刚刚把团团关在门外面，我刚刚看到按掉之后，那个
图标 按掉之后就会就是关闭了，就是使用这个那个破坏。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像哈基跟巧克力追着我啊，是直接对着地图按吗？还是、啊、点地图上面按东西就好了？那、哦、我按拖的时候不小心关到门了。对，嗯，对，所以就变我们过那个门都要按按钮才有办法过。我刚本来要帮你那个用一个就是独处的环境，结果你自己按下去了。可是团团有看到小雨进来，所以应该是不行。对啊，我是有看到小雨进去啦。而且你刚刚怎么不在天台杀鱼月啊？因为他跑太快，我本来想说，哎、欸，这时机好像不错，可他跑了，我后来我想算了。犹豫了，犹豫了。我刚刚看好像是任务是所有的好人都要把任务做完，那你死了的话成为鬼，那你也可以继续把你的任务完成。嗯、对、哦，所以好人如果要抱团的话，你们就要轮流去做。对、嗯、哦，所以哈基，你不能只顾你的任务，你要顾我啊！哎，这其实刚刚、哦、是你要自己解吗？哎，要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为什么要死我？我不想当有没有人呢、啊？嗨嗨嗨！我天，我可以保两个了。我按了，对，死两个、啊。我可以保两个。我原本就是一直以来都跟着哈基一直走，是你就是想说要抱团，但是呢，后来就是大概30秒过后，酱油也加入我们，然后我还一直想说会不会酱油是坏人啊，还是干嘛的？然后后来就是有关灯，关灯之后我就跟哈基有点走散，因为那个太暗了。可是那时候我跟哈基在那个心电图那里，我就有看到 Jerry 死掉了，嗯啊，所以关灯的时候是 Jerry 那时候死，然后我跟哈基都在，繁星那时候也有路过一下，然后因为之后就真的太暗了，然后就找不到，然后我完成一个任务，想说跑找找看哈基在哪里，或者找 Jerry 的尸体，就看到哈基倒在那里，嗯嗯，所以至少第一个尸体，我觉得酱油是好，对，因为那时候我跟哈基和酱油都在一起这样子。嗯、我要说，我原本跟他们两个在一起，感觉抱团起来特别安全。然后就后面关灯了，我迷路了，找不到他们，他们俩都不见了，所以我就跑去左下写任务了。好，那我这边想要提一个疑问啊，就是、哦、我前面的时候其实都那个有跟那个喵哈嘛，还有杰瑞那时候其实还活着，就刚开始的时候。对，我们三个，然后那个时候有去望远镜那边、嗯，然后后来呢，望远镜那边不是之后就停电了，对，停电了以后呢，照理说应该大家会想要赶快去修那个发电机嘛，
对，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好像有瞄到允月有经过发电机门口，但是他没有想要进去修。然后呢，我想要，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慌，说为什么？为什么不修发电机？我就赶快进去修。我过去的时候看你已经在修了、欸，哎，不是，我是后来才到的。我我要补充，我刚在黑暗间在很远的地方遇到允月，然后他往上面走，然后我直直的要往发电机那边走，然后允月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我想说他应该是不知道路怎么走，结果我到那个发电机那边的时候，允月已经到了，可是他走的方向是不对的，他除非是用船的，不然他不可能直接到，就是我觉得找到哦，我也是怀疑，对，那刚刚就是最后就是发电机那个时候就是小乙应该有看到嘛，我就一直在修，有我看到，然后呢那个时候修完之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门就突然被关起来了。对对对对，我们两个在里面被关起来。我觉得小米是鬼，我快吓死了，你知道吗？我们两个前面关在里面了，剩三十几秒。对，我会投影乐，我会投影乐，我觉得很奇怪。我也是会投影乐，对。我可是我刚刚影乐跟我在一起，还有喵哈哎、欸。对啊，然后我刚刚过去的时候是看到门被锁，然后我过去要去修发电机，然后看到同伴已经在修，我就往回走了。然后就后来遇到繁星，繁星就跟我一起走到跟喵哈最后会合这样子。喵喵，你修门关起来是发电机已经修好之后了？对对，修好之后是门才关起来。我同跟小鱼是不是啊？可是你们那去的那个地方，我记得好像只有一颗路哎、欸，你们为什么是从里面出来、啊？关麦了，关麦吧。不是啊，我这时候跟就很奇怪，因为我保他是好人啦、我先讲，我上去看的时候，我看到繁星从上面走下来，然后喵哈尸体在上面。我也是。我讲一下，我讲一下，这两个尸狼，这两个尸狼，相信我。没有，这两个尸狼。同欢心啊，同欢心。我还真的没有，我跟你讲，我们刚刚前面都在跟巧克力跟酱油，真的。我一直用我等着说，快点跟我走，我要做任务。对，我就跟你，等一下来。而且他上一局突然咬我跟团团，我觉得更快的。对，我这个最后有听到。哒啦哒。结果发现还没结束就糗了，有没有？完了。应该是了吧？应该是吧？不可能吧？有了，不是啦，对啦，对吗？你知道死在哪里吗？我被影院杀死在那个地震椅的上面。对，你也是在上面的。我刚刚觉得很奇怪，是你知道右下角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去的地方。我想说啊，你们两个出现在那，可是你们要怎么经过那边？我就想说你们就因为我到右下角那里好不容易才到，然后你们说你们从那边那边无菌室啊，那边又有另外一边可以绕进去啊。哦，你们是另外，我以为你们是用通道一起绕过去。没有啊，没有，那可以用走的。小雨那个影院那边那个，对，小雨跟团团那边看到影院会突然顺过去，或是就是一个很长短距离，那可能是 pin 的问题。哦，就其实影院还没有到，可是你们看到的时候影院已经到了。嗯，对。其实我刚刚上一场完全没有用到地洞，你说我地洞就因为感觉上那个距离你走的比我还要快。那只是刚好pin闪了一下而已，用pin害到，意外抓到输赢，意外抓到，很累，一直跟着哈基，对，哈基西瓜不见了，然后巧克力跟着我，怎么后面突然不见了？什么？两个人一起走进来应该还好，两个都是鬼，
对啊，三人抱团最怕这种情况了，你知道吗？哎、欸，我们换一张地图啊。嗯，怎么换？那杰瑞换吗？还是杰瑞换？设定应该可以换。好，杰瑞换。上两场你就已经跟团团抱团杀我了，你还就打拳吧？不行，要四个人以上的团。四人就一人一人杀手，各杀一个啊。哎呦！我刚才拼命在找音乐啊！四人团不安全，到底什么团安全？都不安全，不安全。好，当你跟着四人团的时候，其实有两个是杀手。哈哈哈！哎，重开，代码也会换吗？对，对，代码换。那时候看到战友跟过来，想说你是不是坏人，想杀我们？杀我人吗？我那是多安全啊！我一投完就不行，我整个团团抱团了，我一直跟在团团旁边，我们两个超无助啊！救命啊！我不是狼啊！我感觉出你们是好人，就是、后来都跟你们一起抱团，我也跟着你们一起抱，好笑。好的，好了，好了，好了，那就好，等你下下。不同的地图喽，同喽，地图的要重新适应一下喽。对耶，我觉得要重新适应的是鬼吧，鬼要找错在哪里？对啊，对，鬼真的不好当。没关系，没有当过鬼的都一样。然后一局都没当到鬼，大好人，我当了两局啊，我三局啊，好累啊。反应都是很坏的，要小心哦。超级狼人呢？哎呦，下一场的反应可能就哎呦。来啊，来都票我，我去擦玻璃，都票都票我，来来来来来，来我死了就是他自己。好，开始。好搞，然后这个啊，哦，快跑哦，快跑哦！变，变，咻！太强了吧！进去，耶！延迟算低了吧，延迟很低耶、欸。人家白石勇直接死了，我的天啊！为什么杰瑞旁边有尸体？我没有，旁边没有尸体啊，怎么了吗？有没有小友刚跟你一起上来嘛？嗯，然后杰瑞在那嘛，杰瑞是不是在上面？然后就在旁边，就旁边而已。旁边那个尸体在旁边。哦，在左边有，我没有过去左边，我不知道。左边我没，我一，你们经过，他就经过我两次，看到尸体是左门的左边那边，那边有一个人也走过来，是谁？那时候刚好看到我。我刚好看到你那个哈基，跟你一起同时看到尸体，对，同时看到。嗯，有经过我的人都知道，我一直站在武器购物这边看海绵宝宝。我不
不知道，我刚过来，我也没看到尸体。那个我讲一下，我跟酱油还有团团都在下面，我们三个黏在一起啊。抱紧紧！我一开始有没有找阿纪，就他走太快就不见了，然后我就找乱找人，然后就找我们三个。然后我在那个停电的时候，我有看到小雨，我跟小雨在修那个发电机。对，我修完电之后往下面往右边，然后往上绕的时候绕到哈纪跟杰瑞。对，修电的时候是团团跟小雨，因为那时候停电我找不到你们，然后我不知道发电机在那里，还遇过那个陨月，然后看他为什么往下。然后才看地图才想说，哦，原来那个修电在那里，然后跟着过去，然后又重新抱团。所以有人有看到杰瑞在看海绵宝宝吗？没有，我只有很后面才看到他。他经过我两次，没有，他经过我一次。小雨，可是那是很前面的时候，我觉得这没办法当证据。而且看到尸体的时候，哈基跟妙哈都在啊，除非他们两个。小雨也在啊。我没有看到尸体，我在杰瑞你那一间。就是他是一个 L 型，我跟小雨从下面一起上去。你知道他自己怪着别人的时候，通常都是他自己是凶手。大哥已经拍过一次了，我觉得就是偷了。原来他这次有没有他跟小雨一起作证？我觉得，因为那个哈基，除非哈基一直是站到尸体看到我过来后才按下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他怎么会他刚过去那边？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他。没有，我一直在荧幕后面啊，那个位置好像没有看到，因为我到最后没看到。没有，房间里面看不到外面尸体。对，因为我没有看到。晾在那边很久了，晾很久了吗？晾在那边很久了，晾好久。所以难不成？我觉得能票就票啦，这可是不对啊！我从这边过来呢，我从那边过来，然后那边看到都没尸体。然后下去时间走，感觉就是小雨先跟哈基在一起，然后小雨走了，小雨哈基看到尸体，然后喵他也跟着过来，那个时间点没空杀人啊。就是我从那个楼梯管道，我是直接走过一遍，然后走下去找到小雨，对，小雨都在一起走上来，然后走上来看到杰瑞出现这边。对哦，不对，哈基你说谎哦，你是从左边走过来的，我确定。对啊，左边走过来走 L 型走下去嘛，对不对？没有，你第二次也是从你第二次也是从左边走过来的。十秒，好，第二次我跟小雨一起上来，小雨可以作证，我跟小雨一起上来。他从下面走上。啊，你第二次是从 L 型走下去之后再走出来。对，我投了。你投谁啊？你们投谁啊？你们太看脸皮。我是没投，我没投。不要走！你的关麦啊！看哪里有海绵宝宝，我要看。没有啦，我只是自己铺梗啦。哦，对啊，你刚其实从头到尾在这边，我经过你一次，哎，你怎么要把我讲出来？啊，你要说我经过之后，只看到哈基从左边进来，这样子啊。我刚死在这里。哦，我刚死在这边是。我刚刚想说啊，我死在这边，你应该会被误会了。对啊，没阿基兄。可是这样的话，你就算你经过，我也没办法，你也没办法作证啊。所以我觉得就还好。你可以讲啊，这个可以提出来，哈基就有疑问啊。因为每次哈基都是杀人，然后自己爆啊。对啊，没关系，我已经把这个给那个了，给爆出来了，对不对？我等下会怀疑一下。这抱团真的很难赢哎，当鬼真的不能抱团。你等下讲一下。嗯，抱团当鬼真的难赢的要命。啊，他们等下应该会说没关系啊，就是两个三个啊，总是。这个问题嘛，啊，当他们当鬼就知道。哎，欸，杀人了，巧克力跟哈基，巧克力跟哈基，跟哈基是不是？嗯。他们杀在哪里啊？然后开始演技了，要加厚给哈基了，信不信？进。哎，哇！小雨看到小雨杀人，是哈基啦。小雨杀人，小雨杀人，看到了。我刚在面前杀你，还有什么那个话想说？是哈基杀的。没有没有，我要讲上映了啦。没有，那就是哈基跟巧克力。没有，我要讲上一轮那个，我刚在右边的时候看到哈基的时候，哈基一直往我身上蹭，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他没有杀掉我，纯粹杀 CD 还没好。他原本想杀我，然后结果上去的时候看到喵哈，所以他拍了那个，就是看到尸体。不是，那时候我们五个人在那边，我就算想杀，我也不会在那边杀啊。不是啊，我说上一轮的时候啊。哦，上一轮有原始。对啊，因为我是第一个去修电灯的。
我们刚刚有没有五个人在那里？然后对我那时候也在啊，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好像找不到路要去哪里，所以我知道从左边那边走下去比较快，所以我就先去修了。修了之后，我看到团团跟你先走过来，然后哈基再走过来，然后哈基把团团杀了。可是你们，哎，你说完了吗？我说完了。对，那有人听我们讲，刚刚那时候我跟哈基、小雨还有团团跟酱油，我们五个人在上面，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抖动抖动抖动，就看谁要去做任务。然后那时候电灯停了之后。小雨那时候没看到，小雨跟酱油那时候没看到，是我跟哈基还有团团就是往左边那边走去那个配电，然后是团团走比较快，团团先过去，然后那时候我们到的时候是团团在那边修，然后小雨过来，然后那时候我已经修完了，然后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才刚修完，我跟哈基就要走了，然后团团那时候也跟着过来，然后忽然间我们就回头一看，就发现团团已经倒了，就是小雨他以为我们可能走掉了，然后团团还留着，他就趁机把小那个团团给刀了。没有，你们要相信我，就是哈基跟巧克力的。你知道，确实现在剩下场上我们没有票掉任何人，所以有两只狼。对，所以就变成确实会有两个人的说法会是一致的。不知道，但是我们有票掉 Jerry， 有票掉 Jerry。哦 ，Jerry 对不对？对，有个票掉 Jerry。对，哦对，我把 Jerry 忘了。对，没有，我觉得 Jerry 纯粹是被栽赃的。那时候你也知道，就哈基跟你就是好人啊，所以这样子三去法就是小雨跟 Jerry 啊。哎，那我可以问一个题外话的事情吗？你们任务差多少个？我没有看，哎，还差蛮多的。我剩最后一个，我就结束了。要全部人都过来，所以就表示抱团，我们好人方也快结束了。这一次如果我们投，如果狼还有两只，我们投错的话，投错就直接输了。对，就直接结束了。真的相信我，哈基。跟巧克力是双，你知道跟私人恩怨来说的话，我会想投哈基啦。跟我投吧，来对我吧。有没有你从到真的有恩怨，你相信我？第二而已，从第一天到第二天的这样整个脉络下来，其实就很清楚啊。没有他，你第一天也都知道哈基跟你就是好人。那三句没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我最后一秒我才看到他。不是啊，第一天的时候哈基都已经先说他路过我，然后他去看到那个尸体，代表我根本就没有走过去尸体那边。哦、oh, ，You bad， 没有，游戏结束了，厉害厉害，杰瑞你这坏人被抓到了吗？哎，怎么说不了？是啦，他们说太一致了，哎，杰瑞你也太刚好了吧？就在那边你以为我有刀，然后想说一起把他们两个刀了。对，我想说你是不是两个一起刀就好了，我们就直接结束。但是我已经先杀酱油了，你已经杀一个人了。对，我就想说，我看你一刀，我想说完了，你一定以为我有刀。哦，我说哎，可以，没关系，我们两个都在这里，就推小雨出去。因为哈基到后面没有坚持，一直在说我看到小雨杀人，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还蛮有力的证据。他到后面就没提这一段，我就觉得哈基有一点点怪怪的，但是又不敢确定啊，好可惜哦。因为你没有坚持这么有力的证据，就觉得有点点怪。对，我自己后面也忘记了。对啊，我在演到自己会忘记。小雨，因为那边五个人，其他两个都死了，剩我跟两只狼。所以没有人做成。其实那边的通常到后局，如果是变成某一方的话，感觉两只狼就是会带风向，很恐怖，很恐怖。其实你是一直躲在那个角落吗？没有，我就一直站在，一直在看。我一直在看红宝宝，你们就是让我。你知道我接任务经过他三次，他就站在原地，我想他在干嘛？就第三次的时候，你就经过我把我刀了，我说啊，完了，杰伦应该要被栽赃了。杰伦应该看到我杀人现场，因为那时候没有，我没有真的看不到，那边看不到，在办公室里面啊，我看到只有在那个走廊，鬼不会有那个视角，不会有影子视角。就那时候想说哇，有举报，想说怎么又是哈基你自己投？哈基举报就直接先投他了啦。等下哈基等下举报就直接投他，我举报了，全是哈基的装哎，为什么会这样？三场都是他哎，刚刚他现场真的自吹自擂，自刀自爆在那里。哎、欸，题外，你们觉得抱团这样好吗？抱团没有啊，这个游戏本来就是要靠抱团啊。啊而且你看，对，之前是好人抱团就赢了 啊，可是你看抱团如果坏人也混在其中，坏人也对啊，嗯、这个游戏不抱团根本没办法赢啊。因为我刚刚跟杰瑞是散的啊。嗯，好，那来，抱团，没事，有点走，有种九个人一起走啊，对啊，全部一起行动，全部一起玩那招有没有错位杀人？关，笑死。
哎、欸，我的都在那边呢、欸。我怎么落单了？小雨，你去哪里？海绵宝宝，我看到巧克力了，可是我怎么又是我报告的？哈哈哈哈哈！我看到巧克力了，我是巧克力报的，他是按走了。先等一下，好，先等一下，小雨是你在哪里？先不要。那我说我也很怀疑是你，可是先不要。小雨是你右右边的地方，右上的地方，右边控制室。我要走进去，刚刚一看到我就想说，他这一定又要举报，我赶快想着按，结果没想到按输。是我看到巧克力现场都抓下去的那个特效，我看到了。他有其他人看到吗？还是有其他人经过那边吗？欸、完了，他记这个笑的反应，我很相信、欸。哎，小雨一起过来，然后想要去解任务。再来是我举报，可是真的不是我。他又想要玩那一招了。可是我相信他，怎么办？我觉得这次哈基的声音确实会让人有一点想相信，你知道吗？我觉得依照对他的认识，对，是的，他就是很担心、很担忧，你知道吗？他是那种玩的，怎么又是我的那种讲法？我跟你讲，我刚刚对，跟小雨一起走到右边去捡那个任务，然后任务完之后，小雨要跟着我走。然后呢，我一走之后，哈基过来，他可能没注意到我，他直接刀了小雨。我一回头，然后要按举报，然后他就先举报了。我觉得他是被我看到，所以才先按的。我刚好跟小雨跟一阵子啦，嗯，对，他那时候刚好关灯，我们就走散了，就走了。我相信哈基这个笑声啊，我这样好了，如果帮你们下一场投我好了，你们下场也可以投我，可以下次跟小雨聊天啊，哈基了，他不是跳，我不知道。你只是被我看到了，我没办法招。团团，你要相信哈基啊，他这个笑声，哈基之前这笑声不是假的，他的声感觉像是他只是被抓包了，还是团团你也是狼，不是吧？哎呦，没有，我你要好好跟他，他只是被抓包，真的哦，我在想。他笑到这样子了啦，我在巧克力讲笨话，他笑到这样子应该很真了啦。这真的是蛮真的。来，我的任务都在，对不起，任务都在左下，拒绝好了，不报了，拒绝。一大堆任务在这。不是哦，哈基那个笑声是太自然了，你知道吗？他是那种哇，怎么玩的？会不会有人不相信我那种笑声？嗯，我要这样子哦。来打我啊！
太龟毛了吧？在干嘛？呕吐。杰瑞是不是你？怎么了？不是啊，我想一下哦，我跟哈记还有酱油走在一起，我想说快，我任务在这边往上走的时候看到杰瑞，因为我的视角也是黑的嘛，然后想说这个视角怎么杰瑞没有按那个举报，因为斯比就躺在那边，我刚刚没有看到他跳，因为我刚刚还在看地图。我跟团团一直有遇到，所以我觉得不是团团，我也觉得不是喵哈。然后我要提一件事情，刚刚上一场投票只有杰瑞跳过。没有啦，我跳过吧。可是他刚刚有讲说，我是我。对，他只有杰瑞跳过，我有特别看、那個。没投吗？因为我刚刚没有看，我是跳过没错。我没投，因为我来不及。团团跟喵哈互保嘛，啊，我们三个互保嘛。那杰瑞白。哎，然后题外话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在修电的时候是谁在欧北来？气死我了！对啊，修那么久啊，反正是谁乱？然后全部都亮，不是全部都暗。你刚刚有把它全关掉？对，但是谁？哎、欸，那叫我来干嘛？要亮，灯要亮，灯要亮，灯要亮啦！全部灯暗，超搞笑了。赢了吧？哎呦啊！赢了！巧克力，你那个真的是很好笑，看到你说。我要不举报不行，可是又是我举报。我提来想说就给你先举报。可是你知道，因为一开始很好笑，一开始是我们一群人在躲那管理室，然后我要按那个破坏，结果旁边通风管，我按破坏跟通风管是同一个键，然后我就直接躲到通风管里。我还想说，哇，该不会有人看到了吧？超尴尬。那边起码四五个人，你知道吗？我有看到，可是我看到你跳下去的时候，我想说完了，是不是大家都看到了？而且没有。所以等一下杀手要小心，就是你的那个破坏键，它跟进入通风管的使用是一样的位置。你要看你破坏键那个是它的显示是什么。所以对，你要注意一下你的位置。你知道第一场怎么遁下去的了吧？就是这样子。对，然后我蹲到右边，然后看到哎，只有小雨，想到哈这刀，然后看到哈自己过来就笑死了。怎么又是我看到？里面你有看到我从里面跳出来吗？嗯，我没有看到，我没看到，我没看到啊！可恶，其实就不用杀的，因为我以为你看到我从下刀跳出来，你想要杀人灭口、啊？是也是，我没看到。你刚刚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结了，我根本没注意到。哦，对，你那一个转角处，你可能看到。对，那我笑了啦，白痴哦！啊，再来啊！你发现？Yes， 不是。哎、欸，当杀手压力好大、啊。等一下哦。很卡是很卡好笑还是本来是很卡还是很好笑那个明宝宝没人要解哦，呕吐哎！sorry， 走错位置。
死了两个，哇塞，两个，死了两个人，他们在哪？尸体在哪？很像在监控室上面，就是监控室在哪？哇，讲这个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小雨跟允月的左，刚刚我们地图中间吧，接近地图中间，中间的右边，中偏右边。嗯，我刚沿路跟杰瑞在左，哎，那叫什么？中左下的地方吗？就是丢垃圾那边，我跟喵哈是后半段，我们都在经过垃圾到垃圾那边之后，再往上一点，一个好像是发电室嘛，还是那种电力中心那种感觉。嗯，那个地方，他技师没人保，没人保，没有，我自己真的也是没看到人，我一直在到处解任务。没有，我先讲啊，因为我刚刚是全程是酱油跟我一起嘛，然后允月跟小雨是从我们的反方向走过来，然后尸体是在路径上啊。我刚刚是在右下角，不是有一个有栅栏的地方，我在那边点那个星球，点完之后就看到繁星跟酱油走下来，然后我们往左边走的时候，看到小雨在隔壁间的一个房间里面一直绕圈圈，一直绕圈圈，不知道干嘛。嗯，哎，然后我们后来就继续往左边走，然后繁星往上走的时候就按了举报，然后我没有看到肢体。嗯，我也没看到，我是从上面，原本不是有那个氧气那边吗？然后那个上面 O2 那边有一个要解啊，我看到有人进去解之后，还有我就跑到下面那间房间了。嗯，然后你们后来就走过来。嗯，我就在下面那一间。所以没人看到巧克力大概在哪里，对不对？我是看到团团尸体，我没看到巧克力。哦，你是看到团团的。所以对啊，就是巧克力找不到。全程酱油是哦，我可以保酱油是 OK 全程啊。我全程跟着繁星，对啊，他是在解任务啦，所以我是可以保喵他的。我自己的，因为没看到我也没有那个，我是自己是在最左边的房间解了两个任务，然后到左下角，然后到去那边再解一个任务，之后往正准备往右边走，然后就突然就这个了。嗯，所以唯一没有团队行动就只有哈记而已。嗯，那要不然就是喵哈跟杰瑞是合伙。哦哦，对，你要讲的话，你繁星跟酱油也可以是合伙、啊，没有他们三个人啊，对啊，因为他还有允月，因为允月跟那个小雨是一直穿插遇到的、啊。允月，我刚刚也有在那个瞭望台遇到他一下下，因为我的任务也有在那里修氧气，好像就是看到允月吧。允月是我看到我刚刚跟着繁星的时候看到他在下面修东西，然后我就站在那里等他，然后繁星也站在那里跟我一起等他，因为我很急着要解任务啊。我修氧气右边单一格的时候有经过你们，那我就往左边那边走下去。到死了啊、嗯，不知道，我觉得这次没有比较那个的。对啊，没有明显的。我跳过，跳过吧，先跳吧。杰瑞，上厕所啊！我也想。哎、欸，我刚死掉，我已经先去上厕所了。对，上过。哇，我们四个抱团吗？没有人，有没有人？哦，杰瑞想干嘛？玩哦哦，我真的觉得是杰瑞跟喵哈了，杰瑞一定是啊，杰瑞或哈基。什么东西？氧气。
寿司走了，还在刷卡。晚安。觉得很好笑耶。喵哈，快点。一遍。任务都完成了吧？任务完成了，没有没有是杀平了，是没有没有氧气没氧气没了，氧气没了啦！哦，气那个氧气要一定要用。欸、我刚氧气没亮黄灯呢、欸，有刚有在哎对，有对，可是他没让我互动的界面，还是你的那个氧气的被。解完了，还有两个氧气的，还有两个，两个要解，两、oh, 个要解。对，他是抽吐一个在管理室。对对对。啊，下面就是第一天，第一天没有人看到我，也没有人看到哈记，就只有一个道理，就是我都跟哈记走啊。对。他这次跟着我走，你很烦。我第一天不想杀人呐、啊，啊，算了，杀就算了。这个左边他忍不住把刀了，然后他还指一下，想说要不要报告，然后他还是走了。我想不行，这报告是我自己不行。好笑了，喵哈，你解太久了吧？站在那里了。那个我不会玩啊，你知道我玩了半天想到底要戳哪一个，你说所有人在等你吗？对啊，所有人在等你，然后啊我们有剂量了，聊天室跟我说要按右边按钮，我说哦右边有按钮哦、啊、幽灵就看你们所有人都在那，然后最后就只瞄他，想说到底是怎么了，就小游戏障碍啊。那个有、欸、你知道那个小游戏我还是放到最后一个，因为我就不会玩那个小游戏、啊、所以坦然是你杀的吗？小鱼是我杀的哦、oh. 我杀完我就往下走了。嗯、我就要怀疑逆向过来的啊！对啊，其实在刚没氧气之前，我还杀了一个喵哈在最后面，对对对，他一直杀一个。你们一整头上去的时候，喵哈落单最后面，然后倒数第三个是小雨，因为我很专心一直在解各种小。我那时候是看到他就很想要刀人，我还在想说要拍吗？好像没氧气，啊算了啦。等下要注意，氧气很重要、啊。他、啊、说：“你不要拍，我们一起上去的话，一整团上去就说，哎、欸，对啊，大家一起过来，一起行动的啊，是谁刷的？对啊，怎么了？没氧气，我一直在碰、啊。一个在管理，是一个在O2那啦，对、啊，就上下的。管理。”呕吐啊！刚刚你看，这刚刚有响，可是我刚刚这边没有能互动的啊。
哦，难怪。太黑了吧！哦，好了好了。没办法，就遇到他。阿卡。红蟑螂。酱油先解这个啦，酱油。你刚不是要解这边吗？我以为你要解这边呢、欸。紧急会议，怎么回事？怎么了？喂，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天花按的。杰瑞用通风口，我刚忘记可以按紧急会议、啊，我一看到杰瑞用通风口，我就赶快跟着巧克力哈记走了。哎、欸，为什么哈记死了？死了你跟到谁了？我刚跟着巧克力哈记，然后那里还有小雨，然后我后来想起来，哎、嗯欸，对，聊天室提醒我可以用那个紧急会议，然后我看到杰瑞用通风口，我就赶快先去按了，我就去按了。哦、所以当我最后离开的时候，是巧克力跟小雨跟哈记他们是，我们是四个人在一起的。好，那我们这边讲一下，我们后来在那个你拍那个之前呢，我有看到繁星跟酱油，我全程都跟酱、嗯、又跟酱油在一起，对对，全程跟繁星一起走，没错。我离开那个哈记巧克力喵哈那一块的时候，哈记还活着，巧克力杰瑞没人保嘛。我在小雨旁边，我直接可以看到小雨的画面。我在这边，在那边，没有没有没有。哈记之后，通风管过来。后来我离开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天黑了。我在跑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巧克力。嗯，哦、我是说我现在画面可以看到你就在左边，因为我是跟着你还有喵哈那边过来的。嗯，我已经到那个开店的那边。我刚刚在左边那个氧气房。我是第一个到电厂的。然后我是第二个吧，繁星。嗯，我刚刚按下去，我看到云月也在这。我看到三个，我看到店那边有三个人。嗯，就是我跟繁星跟云月。对。哎、欸，我刚刚杰瑞在我旁边，你们叫我好抖哦。没有啊，可能还在 CD。沙也在 CD，CD。好，你讲，你讲，你还有九十秒。我刚刚在停电前，然后我是在左边的，好像氧气室嘛，就最左边那一间。然后我有遇到团团跟云月吗？忘记了，一个我记得一个团团。嗯，然后之后我就出去往下走，然后就开始停电了。然后我就继续，我就觉得很，我就是先解我任务。然后我觉得、我发现，哎，不对，停电了，附近我先找人。然后我就贴在那个酱网旁边，怕说是不是有那个有问题。然后之后就看到人了，就看到那个紧急按钮这样。我是看。打开，哟，一个红色的辣椒跳出来，又跳出来，那就是你的啦。那我觉得就是我，因为啊，你那个你不能成为证据啊！你看到，你又不一定相信是你。我相信我自己，我相信我的眼睛。进那个洞就一定是坏人啊！我也完全没看过杰瑞，我其他人都瞄到。他应该是在洞里，然后四处的跑，因为最后离开我们离开右边那边有两个通风管。嗯，他自己可能是走太慢，然后他就是被这个走太慢，那个，然后就刚好被喵哈看到。他自己在哪里啊？重点，
我根本没看过哈记耶。那个叫什么？那个我最后讲一下，就是其实今天这一轮，这一轮游戏从头开始，我记得没错，巧克力一直在跟哈记啦，就先讲一下，我先说一下，对，就这样。对，从头到尾在一起。对，好，都连着，然后只有那个按的时候才分开，走太慢了。巧克力可能就是等一下要重点观察对象了。好的，好的。什么东西？我会怪怪的。为什么关了？哦，这里。棉花落单呢、欸。酱油嘞，酱油，写完了。团团跟小雨走一起。你要走去哪里？小雨不见了。哦，小雨的尸体吗？小雨嘞？哦，小雨还在。你可能按就好吧，我觉得。因为还活着，我觉得巧克力现在应该是很难刀了啦。
然后又不见了。你要干嘛？跟你走啊！跟你走啊！跟你走啊！对啊，抱团很强，对不对？原来刚刚我认识最后一个，就剩你了，完成了，就酱油，就你，我们都在等酱油。这是白痴，这是谁？所以就巧克力跟杰瑞啊，杀不了人啊，抱团很强吧？抱团行动，一开始被再抓一个就很难了。哎、欸，我刚刚以为是小雨，我想到小雨为什么都跑走？对，小雨是不见了、欸。我就想所有人都抱团的时候，那我一个人去做任务就是安全的啦。我也是一个人去做任务，我也是这样。对啊，我就跑去做任务，我就回团了。没有没有，你到我前面从到尾都跟团，是因为我全部做完了。哇，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在左边被门关起来，那个门打不开，我被锁在左边。哦，我刚刚有被关一次，我有被关一次。他那个门是时间到才会开，对，时间到才会开。哦，这张图是时间到才。我刚拼命在找小雨的尸体耶，找不到。然後我以为你们有人死掉了。每次事件出来之后，哎、欸，小雨活着啊，好险，好险，好险！我在那边看监视器啊，看到你们所有人在躲在一间房子里面。所以哈基真的是巧克力杀的吗？对。应该是啊。我那时候还有提到重点了，因为完全太刚好，就是刚好我杀了他，然后喵他看到 Jerry。其实我是先看到 Jerry， 然后我忘记可以先那个终止会议，然后我想说，哎、欸，你们两个人的团，我先跟在你们旁边好了，免得到时候被 Jerry 落单杀。后来才想起来说，哎、欸，对哦，可以去那个，然后一直他自己怎么可以拍？我想说他记得这个尸体在那，应该很久以后才会有人发现。要话你要找个一秒两秒，我就活下来了。因为我们才有办法确定是巧克力。对，要不然我们这一团会玩更久。对了，就因为已经被怀疑了，我就。很难有那个刀痕的时机。就我刚刚基本上几乎都在订巧克力啊，然后后面我才想到不对，小雨干嘛怪怪的？没有，我认真在解任务。内鬼内鬼，我是讲一直看有没有机会。酱油快走啊！你怎么落单了？酱油，巧克力啊！我刚刚就是看反应走太快了，怎么办？旁边巧克力在旁边，等等我就看繁星那个一直在保酱油，然后巧克力在旁边一直想要杀了他。我很怕、啊。好搞笑，很有趣。哎、欸，那个发电好像是自己人害自己人哎、欸，哦，真的假的？欸那個、我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就看大家一直贴一直切、啊，杀手也可以用，所以杀手可以用。杀、哦、可能是杀手在乱来啊，对吧？我就在那边随着乱按。杀手一直，我想要就配合着看。我就配合着你那个什么，你杀那个我关店，你看能不能趁机偷偷杀一个之类的。关店有时候那个第一反应不会来得及，因为都抱团啊，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那个。嗯嗯嗯。哎呀，错了，不错，太有效了。再来啊！来吧，来，奶，是谁按？等杰瑞吧，杰瑞按的。尿尿了吗？杰瑞，还是要跑去尿尿了？杰瑞，有可能。杰瑞，要绕着这个红色辣椒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样子闹的，我也要去厕所。哎呀，要去厕所，快点啊！快去啊！快去啊！好，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我们好的在那边绕，绕。刚酱油每次走很慢，我都很有很想戳欲望想杀，然后就繁星都很好的回头看一下，是吧？哎，你们跟上了没？有跟上，好，继续走。繁星顾超好，真的。妈妈带小孩，对啊，真的是妈妈带小孩。啊，因为关灯其实不太清楚你们的视野可以到多少，所以关灯的时候就是想杀，可是因为我们太明亮，就觉得应该杀不了。嗯，好险，好险，巧克力没有跟着我。你知道我刚刚中途超多次都分开跑走，我也是跑走了。我说啊，完了完了，怎么只剩我一个？我就想说我已经被重点怀疑了，就你等一下有他们不要落单。嗯，等他们回来。我回来了，剩。酱油，我们是还有一张地图，是不是？对，还有一张，好像还有一张。最后十分钟要换吗？好了，先不换吧，先不换喽。对、啊，那个就下一次再那个、啊，下次又要再问。对，就一样这张吧。讲的大便、啊。哇，那好的就动一动啊，一直动。我刚刚绕着杰瑞转了。对啊，杰瑞还没回来吗？
回来了。所以我们要绕着酱油转，正酱油的酱油转，好，绕着酱油转，流放他，票他，好，好了，好了，阿允月嘞，好，都在，都在，都在，怎么大家都在绕，只有你没绕？好运，好运，我在喝茶，好 ，yes， hello。那怎么不跟哈记了？不可能按那么久啊！没人，怎么要配电视啊？巧克力酱油来了，啊！人呢？在配电箱那边。我关灯前有看到喵哈。我去开灯的时候有看到喵哈跟团团。嗯。然后我后来就走，我往右边走，然后路过的时候看到哈基，哈基往左边走。那我讲一下我基本上几乎都在管理室。后来后期，因为我一直在看管理室来看说那个房间有几个人，我想看那个人的流向。对，然后我很确定杰瑞一直在防御什么的东西，他一直在看一个荧幕，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人趁乱偷偷去把他杀掉，因为他就一个人一直站在那边，对，应该是，对，然后喵哈的话就跟小鱼刚讲一下， 我有看到他，然后他后来就走了，所以那个管理室基本上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嘿，就是这样，这里要保繁星跟巧克力，然后我提一下，因为我看到尸体嘛，我把我任务所有的全解完了，我只剩两个，就在配电室。我最后要进配电室之前，我是先绕去最左边，因为我看到那边有人出来，小周那边应该有人，我就先略过。那我最后看到的是小雨出来，这样子，然后我就往上去走，修完那个任务之后再回来的时候，再进去里面就发现有尸体在里面了。所以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是就是我最后看到的是小雨啦。所以你是看到小雨从配电室走出来？最后那是苹果的时候是看到这样子。我看到哈基的时候，我已经是走出配电室在外面的走廊了哦，我不是从配电室出来遇到他的。就是在走廊遇到你啊，在那门口。我是跟繁星和酱油都几乎都在一起，我们完全没到那个配电室，都还蛮稳的。对，所以有看到团团一直在会议桌啦。对啊，我一直在管理室开监视啊，我一直在监视啊。管理室那时候是我跟你跟喵哈嘛，我们三个在那边，然后后来关灯，然后后来小雨跟那个喵哈就跑了。对啊，因为后来关灯，我就去开灯啦，开灯之后我就往下面走了。那允月嘞？哈基，我一直在到处截人，我唯一有看到我比较有印象的是团团从配电室往上走，走到中间那是管理室嘛？对，我就一直在管理室里面。你走上去的时候，我刚好在下面的储藏室有看到你一下而已，我其他的时候没有什么看到的，我没有什么印象。
感觉失去了两个人都跟团团有一点关联性。嗯，巧克力这是在踩我吗？是啊，因为你看那两个人都死了。如果你有看到他们两个人过，然后你都在那里，所以那同样的尸体在哪里啦？同样没有啊，那个杰瑞是刚一刚开始，然后后来我会说杰瑞一直站在那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管理室可以看到那边一直站着一个人，有右上角那边，对，右上角那边，我从管理室可以看得到。我也在猜那个是杰瑞，对，我那是猜的，这样子。对，然后呢，你如果说喵哈有看到的话，那小雨也有看到啊，还是你觉得？你说我吗？我现在比较怀疑小雨，你没有问小雨吧？对，我比较怀疑小雨啦。对啊。因为他也比较怀疑哈基，一直落单呢、欸。哈基也有一点可能，对他按喇叭，因为哈基一过又是他发现尸体、欸，发明了一个，我会投哈基啦，我会投哈基。那下一晚投小雨，不是你满地的。What the？ 哎，我任务只差两个，我就接完了。没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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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接。什么物理电灯疗愈耶，不要杀我，怎么不见了？你杀好快啊！好扯哦！我的天哪！你杀了几个人啊？我杀了喵哈、杰瑞跟酱油。酱油你怎么落单了？我找不到你！有啊谁？我也没看到尸体啊！我也没看到。我们这边就是隐约一个人。分析，雨月一个人去把各种落单的杀，然后我就负责、欸。我的配电室门被关起来的时候，我很害怕，然后结果后面就一个黄色的香蕉砍过来，哇，好坏哦！他还看到，哎、欸，他挤在门口，他应该有看到香蕉，就没有想到关门的时候应该是看不到、嗯。关门的时候看不到里面的、哦，关门看不到。当他人在外面的时候，我人还活着，然后我就看着哈基，我死掉了。我不知道过去嘛，然后这个是小雨，我还记得没有这个是小雨，然后我就往上。我完全就只杀一个，都是靠影月去杀的。原本还一开始影月跟我一起走，我想说，哎、欸，我们这样有机会有没有？两个人一起刀两个人。因为我开场就是个人在那跑来跑去解任务，所以我这一场在那跑来跑去解任务，我也就觉得应该是不会被怀疑。对，而且你都各种杀落单，超猛。对，我的确真的是我完全没有怀疑到了。然后我跟酱油、繁星就完全三个好骂鸡。我是怀疑影月跟小雨的第一场。我想说你们两个怀疑我，就跟着你们。我在这边演，就是什么感觉好像你想要杀繁星，我就盯着你看，繁星去做任务。没有，哎、欸，我一直保持安全距离，好不好？我离你们超远的。哎、欸，我刚本来一开始怀疑巧克力，嗯，因为有个任务，其实只要点两下就好，你怎么在那边发呆那么久？我想說，嗯，你是怪怪的。对，他只要点个两个东西而已就好了。我真的不知道任务要多久，就只能在那边装。装美一下，有没有？好累，好累。哦，哎，强，太扯了。所以这个哦，单刷一堆人也是很强的。对啊，真的就抱团太夸张，抱团另一个人就可以让他洗心血衣。对啊，对啊，因为一开始那个是杀两个，想说嗯，那巧克力就是撇除了，有没有？对啊，这样其实就发现两具尸体都是两具都是他砍的，都是我杀的。哇，对，
我觉得这一次整场最好笑的就是哈基一直举报尸体，然后最后他你已经放养了小孩了，我没举报过，放养了孩子，没举报过，每次都一杀，然后就自己举报坏事，超坏的，哎呦，而且每次举报都是我，对，每次是你，然后每次举报都是孩子。真的哎，刚好就是跟我都是第一个遇到你，然后就说你好吧，只好待这个了。因为这是今天最会被怀疑的一个。对啊。哎呀，我感觉啊，有机会可以再玩，然后顺便玩另一张图啦。好，十个轮。对啊，下次想办法找到十个人。好，休息啦，休息啦，换游戏，换游戏。本来是想打开新入股啊，想说最近看酱油玩，又想要回去再玩一下。可是想要全部都在从农，就觉得好累哦。好啦，那这个也不能观众场啊，这观众场的话，就算我不是杀手好了，我是平民，平民你当幽灵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其他那个啊，其他人的视角，所以这个没办法观众场，能私下玩。好，那就这边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咯。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满星，我们下次见，拜拜。最后居然扁我妈的。来啦，还是没播广告哎、欸、啊，所以今天中间这个好不好玩，这个我是开台前花了好像15分钟在搞的吧，有没有突然玩到一半突然跳这个。明天开台吗？开啊，因为明天也不知道玩什么，就开台啊。反正明天那个谁，巧克力他们也不在啊。礼拜五六就是自由活动时间。好啦，拜啦。